讯息呢，对这个台湾影响非常大。全球最大的 PC 品牌惠普 HP 啊，投下震撼弹，因为它将要出售或是把这个个人的电脑部门的分割啊。外传呢，韩国三星呢是非常有兴趣想要收购。不过这么一来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国内代工厂商可以说是擦雷弹的，因为呢跟惠普关系比较密切，代工厂包括我们的广达、我们的鸿海或是英业达这三家厂商，其实过去都为了惠普曾经到重庆来设立了第二生产基地。其中英业达呢潜在危机最大，因为英业达很多的笔记型电脑订单高度集中在惠普，如果呢惠普的这个电脑部门易主，恐怕会牵动到代工的订单分配。